先看到是我们云林县长苏志芬啊，还有跟我们流氓教授在我们云林县拍摄偶像剧的流氓教授一些演员，还有吴孟达啊演员，在我们云林县居民公园这边呢、啊，做一个对谈对话，这样聊天喝咖啡。
好了，现在现场在场我们教授的演员吴孟达，也让我们记者拍照，然后放我们云林县来宣传我们左右的舞台。还有一顶啊，等一下还有一顶。这个我都戴着，我的头戴着，不然这样的话你都拍不到。你明天报的时候没有你的镜头，等到大后面。哎，对对，来，来，一二三。来看这边啊、哦。来，我去变框条吧。来，一二三，真是主持人。来，对呀。等一下，熟了吧？哎，熟了。哎，这样，这么小吗？哦，大一点的。大家老人家都走累了啊！我是说旁边的。